东西坏 XL， 你是要护值还是要上衣什么之类的？你没有OK JPJ 七十一可以留了。来，接下来我身上这一件上衣傻掉了，卡机宕机。ZTY 四十一，价钱是99 ，minimum selling price 99，一样是由厂家规定的。OK， 现在我一整件都是来自同一个厂家的。OK， 来自同一个厂家的，颜色方面有白色，来了 pink， 还有黑。OK， 还有黑三个色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。这件上衣一样是穿得到 M 的，面料是 lace 加 netting， 一样是 lace 加 netting。刚才那个没有袖，微微的小性感，这个是有袖的。OK， 这个该遮的遮完了。OK， 没有的露啊，这个是比较宫廷 feel 的一个版型。整体来讲，可能你上班就不能穿到管，没有袖还是比较露的，就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哈。OK， 我现在身上这一件啊，这一件就是完全没有露的就对了，比较不是保守了，就是比较端庄的那个版啊，那个款式。且它整件是负inner lining 啊，整件是负inner lining， 除了袖子这个 part 没有 lining， 其他的部分都是有 lining。一样，它衣领用了这样子木耳边这样子的遮，然后衣领这边它是属于一个 mandarin collar， 然后这边是有个纱可以这样子绑的。袖子呢，它这边是有纽扣哦，没有扣啊。哎，我先给你了嘛 ，at least 那个上衣的尺啊，裤子的尺寸先去你的 inbox 了。我一样配搭为同一条裤子就对了，所以刚才谁买了这一件裤子，想要找多一件上衣配搭，这一件比较职场感的，一样是配搭得到的这一件上衣。肩膀这边有添加小细节，一样这样子的木耳边打折，袖子这边一样啊，是这样子的。OK， 不用怕说它勒碎毛毛痒痒之类，不会啊。然后我的白啊是几乎接近 pure white， 它面料啊是 embossed， OK， 是立体的，所以这个价钱90.90是非常的划算，穿的时候就从头套 ，OK， 穿的时候就从头套。我身上穿的是白色 ，OK， 然后我去换 pink color 给你们看先，喜欢的话赶快啊 ，OK， 因为数量不多，这个是厂家的爆款补货来的 ，OK， 上一次很多顾客都还在找的已经没了，现在有赶快啊 ，ZP R Champagne M。青青已经没了，那个星期二的款式很多 size 都没了，考虑带走。我们之前刚才有一个款式吧 ，OK， 你要找跟 ZP205 一样的 cutting 的，我们刚才一开始已经有介绍了另外一个款式啊。M size 的，看来是 M 对，黄黄。可以做啊，也是有预留空间给你们了，不会勒，不会压胸哈 ，OK。所以说跟助理的尺寸下单的话，选择 M 啊，豹纹不过的一个，属于一个netting 加蕾丝的一个上衣，很特别。这个款式它特别是在它这个用料哈，它的面料只有这个厂家哈会用这样子的面料，所以说你们想找一件比较公平的那个上衣来搭，刚才谁带的这个裤子可以这样子搭，是搭得到的 ，OK。可以带着这一个款，最主要是说它的面料跟我们刚才有一个西装面料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面料来的哈。这个我是穿着 M， 上回穿到的话腰部有很多问题啊，我腰它是比较直筒的 ，OK， 腰是比较直筒的，然后呢最主要是说检查上围的尺寸哈，想找比较稍微有点宫廷 feel 的上衣啊，不要错过这个款式哈。OK， 我是穿着M size， 然后橘色的颜色啊，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黑色。显瘦的话就是黑色了，这个 B
黑色。来，我换了这个 Lilac Pink 粉紫粉紫色，刚才谁买了白色的裤子一样可以配搭到这件上衣的 Pink 卡。整体要比较女人味的感觉，选择带着粉色啊，这个粉一样是属于带微微带点带点微微的灰粉啊，它是一个不挑年龄的颜色来的哈。黑粉配搭白一定是搭得到 ZTY41。这个的这个就有到 L size 啊，所有的颜色都有到 L size， 因为刚才那个呢只有剩下白色有 L， 这个你就可以拿到 L。 袖子属于一个中袖， OK， 中袖的裁剪 overall 它的版型啊，这个款式它的小细节很多，衣领这个 part， 肩膀这个 part， 袖子这个 part， 很多小细节。面料是全新的面料 ，OK， 沙发只有这一个厂家用在这件上衣用这样子的面料，它的面料是这样子 embossed， OK， 立体的。啊，富银的莱宁，除了袖子那个 part 没有莱宁啊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一件是穿 M， 上衣的长度 definitely 够长，给你们大衣，所以白衬，你看，如果你白，为什么很多人会找白色裤子，就是其实白跟黑都很容易搭，上半身穿什么颜色都搭得到。来，把上衣拉出来给你们看。上衣的长度是够长，给你们搭，属于一个中袖的长，那个长度袖子是属于一个中袖，转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的 ，OK。假如说比较女人味一点，带走 pink color。来，我去换黑色，给你们看，快速的 ，OK。显瘦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黑色了。这个款式显瘦就只有黑色，显白白，然后女人味的话就是 pink color 三个色。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，上衣是穿 M size， 我一样是穿到 S 啊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， 整色黑一样了哈，它职场感的来带女人味啊，这件上衣它职场感的来带女人味，你跟以往的那些外面买的衬衫是 totally 不一样，99零级其实是非常划算的，不敢穿没有袖的，刚才那个没有袖，可以考虑带走，这个是长啊，不是长袖，中袖，可以遮手臂 ，OK， 三个色，黑色显瘦的颜色有黑，比较女人味的话就有这个粉色，来了拼开一点粉紫粉紫色这样子，然后再来就是白，不用怕会透啊，是富银的莱宁 ，OK， S 到 XL， 价钱99，裤子和上衣都是来自同一个厂家，助理穿 M， 我是穿很好看。所以说，显瘦的颜色就是主播身上的黑色，一样啊，黑色。刚才我也是这样子一套搭 ，OK， 一套搭。OK， 黑色，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。下一个款是来自另外一个厂家的裤子，这个裤子也是很多顾客在找的。